カパカ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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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カパカピカパカ。嘿，帕克，说吧，帕克，你知道弄丢了计划的故事吗？什么故事？故事是制造伟大的机器的人的故事。那么他最后完成了吗？当然没有，他把计划弄丢了。哦，然后呢？告诉我后来怎么样了？他几乎祭出制造出机器来了，然后弄丢了他的计划。那么他难过吗？是啊，非常非常难过。造机器的计划，我弄丢了它。哦，真让人难过。是啊，我都快哭了。我正在哭。你根本没哭，听着小提琴的哀鸣声。伊诺可甚至演奏了一首歌来振奋他的小提琴家的朋友们。哦，好人，伊诺可真好。天哪，不要悲伤，你会找到你的计划。记住你来这里的路，你会找到你的计划，我相信你。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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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
哦，莉莉，你把你的故事放进了那可怜的小捕鼠器里了。多有趣的捕鼠器啊，那里。好极了。哎呀，多危险呢，这个捕鼠器。有一次，一个猎人差点捉住我。我曾经被捉住过。你被捉住过吗？你根本没有被捉住过。是的，我有过。但是帕克，他为什么把捕鼠器放到机器上面？耐心点，帕克，你会看明白的。Vergonha, paparote.球丢了，
想想。太好了、啊、哦，呀，看起来他好像在制造机器，不是吗？是的，看看那边谁来了。是美丽的玛雅。哇，这就是那浪漫的时刻，不是吗？是啊。好极了，这是个目标。渴了吗？
感谢你照顾我的小罗密欧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哦，砰！太棒了！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怎么开始这个连锁反应？这是多么困难啊！过来玩球。是造机器的计划。
就是这故事，多酷的故事啊，哈哈。但这对他有好处，你不觉得吗？计划一直都在机器里制造。没错，这些发明家真的很疯狂。嗯，没办法，这机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哦，请不要问这个。因为如果机器只是用来吹气球的，它可能已经被用作大头针了。最好还是不要再想了，毕竟他寻找丢失计划的路上交了那么多朋友，别介意了。好吧，我喜欢这个故事。我们希望你也喜欢这个故事。再见，帕克，我能问你点事儿吗？什么？我可不可能已经把气球弄爆了？